天底下的人能有几个与禽兽相比呀？哎，渤海城你算一个，我也算一个。不过，你最强，我最强。李川，上天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恶人呢？ 谁这么讨厌呢？竟让我当好梦！杀了一地的人了，真快！真是的，我可千万不能，就当是没看见。 这是要是传出去，在渤海县衙门口杀人，县太爷看见都没管，快走吧，快走！要是杀了你，这渤海县城谁敢与我吕川作对？没人作对，岂不是活得很寡淡吗？我在渤海城留的第一个冤家对头就是你。渤海城，人人是你的对头。 要是有一天你把人间的事儿看清了，想透了，来我金矿上和我作伴，我把家产分一半给你，怎么样？休想！你把我杀了吧，你！哎呀，你不杀了我，我总有一天要置于你死地。 是我郎郎乾坤吗？老爷真厉害，这一下地上的血迹就都冲干净了。这是我大姐。 咱甭挑那么多，咱不就为了做个样子吗？水少了就挑不出样了，别搞得跟台上唱戏似的，要挑啊就挑真的。哎呦，人家不是心疼你吗？哎呦，慢着点。
三德子，啊啊！你看什么呢？天天在这宫里待着，有什么新鲜事儿吗？回万岁爷，没什么，只是……什么呀？啊，各院的主子们在挑水呢。啊？什么？挑水？啊？主子们在挑水？啊？哪儿着火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挑着玩玩。挑水玩玩啊啊！哈哈，这可新鲜了。主子，你慢点儿，您累了吧？歇一会儿吧，主子。没事，没事。啊，美，美呀、啊！似受风清艳，香裙一捻堪怜，美。哎，三德子，奴才在。主子们这是干什么？哎，回万岁爷，他们，您不刚说了吗？朕说什么了？美呀美。他们挑水就是为了美吗？啊啊，就是为了美呀。哦，他们挑过来挑过去，又不吃又不用的，就是为了美啊。啊，就是。啊，那他们这美给谁看呢？自然是美给万岁爷您看了。是吗？哎哎，朕什么时候说过挑个水桶在宫里扭过来扭过去它就是美啊？万岁爷，您原来是说过。哦，朕说过吗？不记得了。万岁爷，您还记得去年咱们去宜兴城，您走着走着看见田畴内有一挑水的年轻女子走过，您当时就说了一句，哎呀，这劳动的女子是最美不过的呀，您这么说过。哦，宜兴啊，对，这是朕的感觉。哎，不过那是在宜兴啊，在真正的田埂上，有真的扁担，真的桶，真的在挑水，有真的夕阳，真的炊烟，那才是美啊。哎，要是把这些移到宫里来，不但看不出美来，反倒觉得有些矫情。楚王好喜邀宫中多恶子。和尚，你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咱们都来来去去的走了两个来回了，连出来看一眼的人都没有。哎，小桃红，三德在哪儿？你说了吗？主子，我说了。我看呢，咱们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你想啊，咱们万岁爷身子多金贵，品位多高啊，怎么会喜欢挑水的农妇啊？哎，我看呢，算了吧。锦妃啊，万岁爷品位高这话不错，可喜欢挑水的农妇不见得品位就低呀。那倒是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啊，我和小桃红就在旁边呢，听得真真的。哎，姐妹们，咱们再挑个来回儿。他要不看呢，咱们就全当是练身子了啊。来吧。哎呀，来这儿这样硬。来，后边后边。哎呦，我的肩膀啊！真的。瞧他说的这话，说什么？他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身边呢。哼，可跟着出去几回了。不挑了，咱们走。哎，臣以为各院的主子挑水给您看，无非是想取悦于您，是没给您一个人看的。哦，嘿嘿，没给朕一个人看倒没什么错啊，关键是这美摆的不是地方。天然之物岂可人为呢？万岁爷，奴才倒是觉得这几位主子是变着法的，想让您高兴不是？高兴能造出来吗？啊，要是高兴能造出来，
那就变成不高兴了吧。不过呀、啊，他们的一片苦心，朕倒是不该不受啊。臣以为，以挑水为美，倒是比以小脚细腰为美要有佛家之意。什么什么呀？这美还跟佛扯上了？你们这和尚，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哎，朕在山野中的一句话能传到这宫里来，还是使朕十分高兴的嘛。登基多少年了，教化子民，虽不免像今日这样，有点文不对题。但看到有效，朕还是十分高兴的。随他们去吧，最多不过是多磨破几双鞋子嘛。啊，是，万四爷说的是啊。奴才传给他们去。哎，多嘴。是。哎，活该。是。哎。哎呀，你快出去，快出去，快出去！哎，你给我出去，听我的，给我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呦，哎，你，哎，我说你什么家不好去？你非到我这儿来，我管得了你的事儿吗？啊，快走走走！哎，你也算是个读过圣人书的啊！夫子曰：“仁者安人，当仁不让。”啊，我还跟你谈什么孔子？他妈的！哎，我骂你了。你他妈算是不个读书人的吧？啊，呸！我读书怎么了？我读书可不是为了像你那样管闲事儿。我虽然没给咱读书人争脸吧，跟你混到这种地步，也没给咱读书人添彩，不是？哎，你敢骂我？我揍你！我，哎，兄，好看，后面盯我。我骂你是轻的，哎，当年我们在松风书院读的书都哪儿去了？哎，我读书怎么了？哎，我读书不就为了让自己过好日子吗？啊，去你的吧你！没想到读书人也会打架。读书人怎么了？读书人也是爹娘生的，也一样知道盐是咸的。哎呦，咱们俩越打越来劲儿了，嘿！打去吧，他打，咱们还不费劲儿了呢。就是，哎呀，多呀。需要钱，去你的吧！我说，你花钱说到这份上了，你就是圣人，我也顾不上你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去，谢谢你。哎，去你的吧你！干什么呢你啊？我这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什么呢？那我说，退场。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三爷，哎，范德子，啊，奴才在。刚才退朝的时候，你给朕更衣，朕跟你说了件什么事来着？啊，回万四爷。您叫奴才传话，让内务府八总管前去南书房问话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你传了吗？回万岁爷，他已经在南书房候着呢。哦，那咱们赶快去吧。哎，热馒头，热馒头！哎，相公来点热馒头。哎，热馒头，热馒头。起光，起光！哎，谢谢，起光了。哎，您好，您坐坐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！看你是个穿江山的，怎么一点斯文也不讲啊？这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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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蓝相公，别来无恙。承蒙何小姐挂念，上好，上好。看来蓝相公的境况不是很好吧？七月我们在月下吟诗之事。恐怕蓝相公早已忘于脑后了。那样的境况岂有忘记的道理？只是在下心有余而力不能及，望何小姐把这些话当真风给忘了吧。
此处说话不方便。何小姐，再会。等等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在这渤海城内，只有两个人让我害怕，一个是吕川吕大爷，还有一个……啊，是谁？是你蓝相公。怎么会有人怕我？怕吕大爷是怕他一手遮天的势力，怕你是怕沾上了你，连身家性命也连遭带祸。此话在理，请何小姐让一让。我恰恰谁都不怕。今天你要走，我也不拦你。你有你的事，你有你的追求。不过有一句话，我今天要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。今后，不管你有什么难处，只管到清香楼找我，我和您一如既往。好，好啊！这渤海县城，竟还有一个青楼女子鼓励我，我还怕什么？我还怕什么？哎，我有什么可怕的？哎，连年征战，东征西剿，又遇水灾，国库已空无所有，东北又遇大旱，蝗虫肆意。西征的银两已是用了江南明年的水银。与俄国人的战争，想打也没钱了。哦，没钱就打不成了吗？想打也打不成。三德子，奴才在。要是老百姓没有钱，该怎么办？回万岁爷，想办法挣呗。要是挣不来呢？那就借，亲戚朋友的借一借。哦。要是借也借不来呢？啊，那就饿着没得吃。老百姓没钱就得饿着，这皇上没钱，那当然了，饿是饿不着啊。但是令不能行，政不能通，实在比饿着还要难受。所以朕可不希望没有钱呢。朕看这钱也不是不能找到的。万岁圣明，万岁爷想的周全。哼，那倒不是。你八总管都说没有钱，朕也不能把钱给变出来呀。哈哈。不过你的那根手指头倒给朕找了一条找钱的道。哈哈哈，你不要害怕，我说的呀是你手上的东西。臣万死，臣不该以此物误了万岁爷的圣言。哎呦，好重啊！啊，哎，压手的很呐。哎呀，你这一手的戒指够一个营的兵吃一个月的吧？够，够，够。好，那我就带一个营的兵谢谢你了。不敢，不敢，应当的，应当的。八总管，朕以为
中俄边事不能不打。打，打。你下去吧。谢万岁爷。主子，你也真是，还就拿这事当真了。您看这肩膀都肿了。哎呀，女人呗，痴心。哎，变着法的逗他乐，谁知人家看都不看一眼。哎呦，轻点儿，奴才该死，疼了吧？疼也是白疼。万岁爷驾临庄一万呐！主子，您没白疼，万岁爷来了。一主子，您快准备准备，万岁爷来了。哎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！快点快点快点，哎呀快点儿。扇子。刘大人，前几天在您衙门口杀了人，我也是出于无奈呀，这点金子您收下打点打点。杀人在我衙门口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？会有这样的事儿吗？吕大爷，以后该说的说，非要说但又不该说的，能不能换个法子说呀？在我衙门口杀人，这事儿要真传出去，别说是一箱金子，就是十箱金子也罩不住啊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我可是真服了您了，是不是当官的都这么说话呀？现在我才发现，其实当官是很难很难的呀。说难也不难，与我实在是如鱼得水呀。哦，哎，矿上的情况可好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叫你偷懒。哎呦，哥们儿你打死你我。四爷，您怎么想起看奴婢的金器来了？啊，一妃啊，奴婢在。这玩意儿是挂脑袋上的吧？万岁爷，那是脚铃儿，要是戴头上，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哦，脚铃啊。嗯，脚上挂个铃干嘛？怕丢了？这也是金子做的吧？十足赤金，您听这声多脆啊。好听。哎，一妃，嗯，朕平时没怎么看你戴啊。回万岁爷，人都说金子这东西啊，一能辟邪，二能治病，可奴婢觉得那太沉了，戴着不舒服。嗯，真是，还真是。哎，你与朕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朕也不大喜欢戴这些东西。说是值钱呐，富贵呀。哎，朕一点也看不出啊。你说金子这东西，你平时要是不戴，就算什么用也没有啊。你说对不对？万岁爷，您说的在理。嘿嘿。一妃啊，你真是处处能与朕想到一块儿去啊。好。哎，三德子，奴才在，把给遗嘱子带来的东西请上来吧。嗯，这。一妃啊，
这是朕要送给你的东西。哎，你别看它小啊，它来的地方可远了，是法兰西国进贡的，叫香水儿，沾一点啊，能香出十里地去。你看看，是啊，哎，万岁爷，奴婢好像在景妃那儿闻到过这种味儿吧？对对对对，一共也没有几瓶啊，这不朕也想着给你留一瓶吗？谢万岁爷。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李妃啊，既然这些金器平时也不怎么带，你看，朕是不是？万岁爷，您要是喜欢，就拿走吧。好，你看，这些妃子当中啊，就属宜妃明大义，痛快。就我缺心眼儿。李妃啊，奴婢在。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说句实话啊，我今天走了一上午，香水啊送出去好几瓶了，可一样东西我都没换回来。哎，这回啊，算是朕借你的，将来一定加倍偿还。奴婢不指望了。哎，不不不，一定还，一定还。三德子，奴才在。把东西拿上，摆驾南书房。这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谢万岁。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启奏万岁，江浙有报，今春梅花早开十余天，实乃我大清江山之国瑞也。好，很好。启奏万岁，臣以为中俄边事不可不战，不可议和，当给敌人以颜色。启奏万岁，臣以为不妥，想我大清国现疆域已如此广阔，大可不必再为守住那些荒无人烟的虚土而劳民伤财。再说于大人所说发兵容易，但粮饷从何而来？没有粮饷，说发兵岂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论？望万岁爷三思。说的也有理啊。朕每天坐在这儿听你们说话，你们是左说左有理，右说右有理，就好像朕在中间，大概最没理的就是朕了。朕治好了国家是应当的，治不好那就是罪过啊。就说这身下的宝座吧，朕坐了多少年了，一天也没有觉得他坐着舒坦。于爱卿，哎，你来坐坐。臣万死万死，臣不敢。明爱卿，你来坐坐。臣不敢，臣万死万死。你们大概也知道朕的苦，哪里是不敢，实在是不愿意吧。啊，众位爱卿啊，你们不觉得朕今天有点怪吗？啊，那好，咱们今天呢先不谈兵事，就谈谈我身上这些金子如何。于爱卿，你先说说。要说金子，金子实在是一种很无用的东西，饿了不能当饭吃，冷了不能当衣穿，要是真吃进肚子里边去会死人的，带在身上又不堪其重，金子实在是没有用的东西。八爱卿，你以为如何呢？臣以为于大人所言句句有境界有道义，
有古人名士风范之余，崇高得很，但也不切合实际得很。臣以为，一人无金则不贵，一家无金则不富，一国无金则不安。金子是最最要紧的一样东西。说句现实的话，现在国家没有金子，就不能发兵啊。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啊，真以为金子这东西啊，你说它有用，它就有用；你说它没用，它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就比如，朕吧，啊，这身上挂满了金子，够富贵的了吧？其实是很难受的，不堪其重啊。哎，诸位爱卿啊，你们是否有这样的感觉？臣等具有这样感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如此看来，金子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对对对对对。班德子法印，你们帮朕把金子摘下来。这。但这些金子要用在行兵打仗上，却关系到国家大事。所用不同，这金子的作用便又大不相同了。是。既然诸位爱卿刚才也说过了，与朕的感觉相同，那就不妨把身上的黄白之物通通取下来。一是为了减轻负重，二也是为了国家社稷做点事嘛。啊，三德子法印，在。奴才在。去吧。这。这是我的。众爱卿，现在的感觉与刚才之感觉相比有何不同？轻松极了。好，轻松了就好，轻松了就好嘛。啊，朕今日深有察觉，我等君臣的感觉是何等的相似啊。去你的！哎呦，又摔出一个来。你看看，今天第六个了。哎，老哥，看你也是个读书人，你怎么也这么不明事理呀？什么？我不明事理？我来告状，他们把我插出来，我不明事理了。哎，你这就更不明事理了。没听说过吗？衙门口冲南开。嗯。有理没钱甭进来。呸，歪理。他当官的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就该为老百姓办事儿。他倒好，作威作福起来了。我不信。哎，圣人原谅。这回要再摔出来，咱不接了。一根筋不事儿，不接了，摔一下。二位请回头。我蓝某人如此行径，也是出于无奈呀。来来，你把这个打开看看，看看。呀，这么多金器呀！万岁爷，你又上哪儿去要金子去了？嘿，这回差不多了吧？啊，一个国家没钱呢，跟老百姓没钱就是不一样。老百姓要没钱，那是真没钱了；一个国家没钱，哎，找找啊，还能找出来。哎，万岁爷。您这些金器是从阁老们身上摘下来的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奴婢不单知道，而且还能从中看出哪些是阁老们的，哪些不是。啊，你说的蹊跷，说说看。
这件不是，这件是，这件也是，这件也是，这一堆是阁老们的，这堆不是。哎，三德子，奴才在。你拿出单子来对一对。哎，回万岁爷，一件也不错。哎，这就奇了啊！难道这金子上都写了人名不成吗？可不是写了吗？说您是九五之尊的皇上，对这些金呀银的，您一点都不懂。那，您看，这不是有铭文吗？这上面写的是渤海两个字，没有人名啊。这一堆金器都打着渤海俩字儿呢。渤海，你以为本官在跟你闹着玩吗？本官因你有功名之故，一没让贵，二没罚你站，三没赶你出堂，四没给你用刑，你竟毫不知趣，一口一个本官与吕川同流合污。好你个蓝十六啊！好，本官若不这样做，也就对不起你了。好，既然进了这大堂，就没打算出去，怕你不关。你敢关一个有功名的秀才，还要给你加上一条，无视朝廷声援。好，来人，将蓝十六给我押入监房。哼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啊？不错，阁老们的金器碰巧都是从一个地方买来的，可是恰恰那个地方就出金子嘛，怎么能看成是某人的行贿呢？啊，这天底下行贿第一个该行的应该是对朕呢，朕怎么就没有收到一个这样字号的金器呢？回万岁爷，向您行贿没用。笑话，怎么向我行贿倒没用了啊？就当你们不敢向我行贿，啊？那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能耐，凡阁老都能给带上一样金器啊？回万岁爷，奴婢答不出来，只是这么想，就这么说了。朕治国已经多少年了，想着这国家再大，再世事纷争，但总该有个起色了吧？农安其耕，民安其乐，官安其职。如若不是这样，朕这个皇上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你们起来吧。谢万岁。原本是为了边事筹钱，这样一来啊，倒动了朕的一个念头。对，出宫去看看。哎，你们呢，谁也别想堵我的嘴。这回下去与以往不同，这回啊，我是要看朗朗乾坤。哈哈，我是既不寻冤也不访案，就到这个叫渤海的地方去看看。哈哈，说句不谦的话，朕要看看自己的大好河山，看看朕这些年治国之业绩，我就不相信我看不到一片春光。万岁爷，您出去看光明是明着出去呢，还是暗着出去呢？什么叫暗着出去？咱们这个叫微服私访。秋岁，秋天满地花啊，东西是南北是，是谁谁当家啊？
是。